今天呢，要教大家如何使用奇摩拍卖中的多退少补。首先进入我的拍卖，在卖家管理这里，订单管理这边，点进去，点进去以后，你会看到之前的买卖记录，然后这个位置呢，会有一个多退少补，从这里把它点击进去。它就会显示这个之前交易的状况，然后呢，进行多退少补的动作进去。你可以要求买家进行补款或退款，然后再进行下一步的动作。那我们教学到这，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自己试试看。